马再暴虐待动物，网友发起抵制。阿和突然暴毙，引发网友怒火，质疑天马牧场虐待动物。还有民众在天马牧场拍到这张照片，满地的动物尸体没人收尸，痛批业者太夸张。这有可能也是我们园区内，但是说这个动物的物种并不是我们饲养的。虽然业者否认饲养，但网友的怒火可没消灭。网络上有人发起抵制行动，请大家提供动物没有受到照顾的照片，马上就有一万人加入联署。不止如此，网友也在脸书成立阿和别哭，揭露业者恶行。还有网友爆料，业者把一只偷吃天鹅蛋的狗四肢泡烂，网友们忍不住痛骂：恶魔农场一定会有报应的，太过分了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